弥陀佛，我们看到今日呢，从《地藏经》里面更加的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在人体的殊胜，也就是为什么只要我们观啊，懂得止跟观，也就是我们如何呢停看听，停在我们的脑下垂体，看在我们的停在扣带回，看在脑下垂体，聆听在生活体，也代表这三颗宝珠在人类所必然的。我们再看一下今日的第三卷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啊、哦、其实这也是我们假设用心来看印度的佛陀传当中我们的佛母摩耶夫人用这份恭敬的心呢，他就合掌来问了地藏菩萨呢，缘福众生，像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缘福众生。当然现在很多科学家呢有进一步的在研究，比如说在缘福体这个地球是南瞻部洲，那针对我们的须弥山过去呢，好，所以这是有新的一个定律。但是我们在佛经里面呢，它非常详细的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须弥山有提到的，他说了什么，他说的在我们千万世界当中，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火地、或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摩耶夫人从白菩萨前愿闻以阎浮罪报所感恶趣的地藏答也。圣母唯愿听受我出说之。佛母白圣言，佛母白圆愿圣者说。尔时地藏菩萨在白圣母言，乃阎浮罪报名号如是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啊！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清纯常住，玷污生女，或前来内自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未作沙门，心非沙门，或用常住七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无名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期。所以呢，地藏菩萨就跟圣母呢这样子回答。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回答呢？他说：“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他说：“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地藏菩萨呢就白佛眼了啊。他说：‘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的大慈力故，即不能做如是变化。所以我今又蒙佛富足至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哦、所以这是代表呢，这个世代呢，我们了解到大慈大悲的佛陀、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所有的五本合经当中，一定要在开悟的内也，怎么让我们去开悟？清净明慧章让我们五阴十魔重新来架构。那成佛为什么是在法法？所以呢，佛陀呢将所有的法法凝聚在这个华严经里面，那也如何透过呢真正的解脱，在大慈大悲呢，就是从一句阿弥陀佛，就是透过地藏王菩萨，所以他的慈悲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到呢，真正的富贵就是要去实践啊，实践出来。那当然我们所有的疾病为什么叫东方，代表生生不息，那西方是代表我们如何止息之中，能够凡事呢动根静，过根不及当中，如何透过刚刚我们以上的五本啊，五本的经典。所以我们今日呢也透过呢地藏王菩萨，他的苦是地狱，我们轻轻的甚至更重重的去想，地狱是代表苦。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南瞻部洲呢起心动念，有没有利益存亡品告诉我们的，他就说起心动念都在造业造罪。所以他的殊胜就是我们只要肯念佛，而且我们在相信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未来在整个弥勒佛的
未来佛的到来之前，你可以看到他一定会经过这些的所谓的三灾八难，甚至呢是透过我们七日七月七年这样子来回的七，是代表生生不息，就是生灭生灭生灭。像我们如何呢从这个水灾火灾重复期重复期啊，再进入到呢新天新地的到来，这样子要历劫这么多，从我们的八万八万岁当中，就是一直减减减减减到又增增增，这样子一来一返，生灭生灭生灭，这样子不断的呢透过呢五间地狱寥寥无几。所以呢地藏王菩萨他的愿力就像佛陀的慈悲，他完全呢知道我们是不可能跳脱这个三界的，所以才会做了一个叫做推荐阿弥陀经啊。所以这阿弥陀经是如此的殊胜，只有我们深入了解之后，你念地藏经就一定会清楚为什么念佛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在南瞻部洲呢，地藏经呢到处没有所谓家庭的限制，只是因为有一些人的心念不纯净啊，他会可怕，因为地藏经他觉得他赌的都是鬼，其实都是我们自身里面所放化的，他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的苦了，所以就像净土一样都没有善恶道，所以地藏王菩萨是真的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们今日呢会在这里相逢，甚至呢真的跟弘一律师一段的这一些这么深厚的智慧，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入了解整个无始劫来当中，真的我们只有当人的时候，我们的念头可以活在当下而已，其实十法界完全没有办法。当然以后更有深厚的因缘，我们会讲这个鸭子的故事。所以我们也今日透过呢为什么我们人在苦当中，你寻求了走上不该走的这个自杀的路，或者呢因为我们无法了解这个自杀，就像我们身体人类自身的自杀细胞，因为我们的白血球随时保持过低了，那你假设呢真的十都一直在超过九，它真的就是收命了，败血症啊。所以代表什么，我们不败血就是那个血液要热情，你只要积极去奉献，积极去付出，积极的哦就是我们放下所有的内在的这一种的嫌弃真正的去付出，我们真正的就可以让生命重新架构，让这个血液会因为我们的热情就从红血球由 ATP 当中重新架构最原始的干细胞了。所以我们今日也透过这个免疫系统真正的养生，由地藏经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到呢未来整个地藏是代表我们自身从人的当中能够呢真正的调整改变。所以我们将今日的功德回向给鸭子菩萨还有世宁合家世宁玉光合家，还有广清法师合家静勇合家，还有我们的景祥静武合家，正黄顺昭父亲合家，还有我们的陈郭玉梅还有我们的盛兰甚至我们的这个黄金宝宝合家，还有我们的那个未来就是陈天霜北山北岳净土，还有我们的秀珠林心宇合家，还有愿分合家，愿分对是愿分合家的这个愿分改名是是玫瑰愿分好，我们的美玲，还有白静宝宝合家，还有慧华合家，还有我们的静梅合家，还有我们的意愿白静宝宝合家还有我们的广泽法师合家，广弘法师合家，广律法师合家，广华法师合家，广善法师合家，我们的广慧法师合家，法界众生未来佛，以及所有的点灯的名单，在这个正言法师就是上正下圆法师。也期盼呢我们今日所有的亲近功德都能够透过呢所有在线上的心里面有特别想要完成的甚至呢我们今日的心经大悲咒，对，我们都一并回向，我们同声开口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信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生，不退不散为伴侣。我们同心开口，为世界和平叩钟。背后的万姓万民，即使发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及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常寂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 DNA、RNA、基因、原始、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系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广弘明月愿准身对菩萨时呼吸，化身遍满虚空，承担一切祈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将以上所有的清净功德完全交托三宝，我们至诚恳切，正式皈依三宝其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尊，皈依法一尊，皈依僧六尊。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尊，皈依法一尊，皈依僧六尊。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尊，皈依法一尊，皈依僧六尊。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道之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尊，皈依法一尊，皈依僧六尊。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道之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一切皈依法尽。阿弥至真至诚，将以上所有的清净功德大放光，将今日的地藏经秉持的大愿地藏王菩萨的慈悲，我们了解到大愿地藏王菩萨的愿力，第一不空，誓不成佛。第一是代表苦，三恶道就是因为苦，所以我们今日能够透过佛，也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我们将此付诸，就是代表地藏王菩萨的大慈大悲。所以它并不是只有很单纯大家说的什么管这个名扬两利啊，是因为它的大愿力，所以叫地藏王。所以我们至真至诚回到自身，同时开口大放光，圆满起咒：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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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感恩地藏宝贝在此圆满，阿弥陀佛。